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现在海口，今天是12月30号，明天就要跨年了。明天我要去彩排，然后晚上会有一个联排，再拍一下明天的照片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安排。那我们一会儿见。一会儿见。一下你这一身礼服吗？这一套比较飘逸，沙沙的，配上这首歌，应该还是比较合适的吧。那一会儿期待你舞台上的样子喽。拜拜。你看这草莓味，你闻一下。没有，哪有草莓？这好脏啊！它就是这样。Sorry 啊，没事没事，你很漂亮。就是时隔这么久再唱起《长相思》这首歌，什么感觉？觉得是一个年终的一个总结吧，就是唱《长相思》，就是想说我今年跨年唱什么，我没有别的想法，第一想法就是《长相思》，它是我年终的一个最想唱的一首歌。嗯，舞台很美哦，最后的凤凰花。对啊，而且那个舞台最后变成凤凰花的时候，有一种小妖来到了现实生活中了，对吧？他感受了一下这盛世是如此繁华，像你采访中说的那样，让小妖感受一下和你的人生。对，他就是来体验一下台上这几分钟这种感觉。好的，我们台上见，小妖。